懂，哪里来的台日裤？你看我啊，我太小，我要谁了？我们先穿一下，我们先准备一下。衣服没带，没带啊，没带。你没帮我们带，是你要带的不是吗？啊，衣服嘞？在饭店。啊，真的吗？你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的？ 完蛋 ！Are you kidding me？ 饭店叫什么名字？空空。不是，你们教他一句日文就好，就是饭店的名字，然后跟怎么走这样。空空路。空空路。空空路。然后怎么走？空空路。空空路。哎，姐姐。太近了。太近了。すみません。 中间呢，纯太呢，中间纯太，中间纯太，好大声！你去，你先不要戴，你手套戴着跑去救他，快点！不是他叫中间纯太，我哎，你去，你去，纯太在忙，纯太在忙，好。 試食してみますか？試食もありますか？台湾の、ネギクレープっていう。はい。お好み焼きみたいなやつ。じゃあ、こう、おいしいね。おいしい。おいしい。台日夫婦。台日来的台日夫婦。台日、阿夫婦呀。 你是高？那你是高？你和我啊？啊！你说什么？什么？你们不是结婚了吗？姐，你忘了吗？你忘了吗？早上不是结婚了？我没有啊。就是台湾夫妇是一个 set， 是啊。然后台湾的是你，然后美男的是他，然后台湾夫妇就一个 set 就一起。这个是我的。对。哦，傲样。我傲样的是什么意思？傲样的原因是 wife 的意思。 外婆太太，一起 sex 一起啊。晚上我会睡不着。其实，坦白讲，有中间纯太这么的支持我，疼爱这个姐姐，这三级的通告费我就不领了，钱不要领了，请大家吃吃喝喝。 请大家玩，吃好吃的啊！我太喜欢我谁了，这辈子永生难忘。你是我心目中的另外一个 为了补偿你，因为这边到那个，你骑你划船过去，有那个脚踏船，你就这样骑过去，这样，等下就从这边划到那边，有没有？那边有一个码头，你就停在那。啊，我们等下会在那边等你。为什么只有我去？你最勇敢的，还是你夫妻俩一起？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不要一起，是不是？我们离婚了，啊，离婚了。昨天刚结，今天离婚。 你为什么这样讲？是我昨天让你不满意吗？今天就要跟我离婚了，卖我北贡啦！<笑>